Hello， 各位同学仔，我是任教高中中文科的 Tiffany 吴嘉欣啊。踏进虎年，先恭祝各位同学仔好像老虎一样，生生万万百毒不侵。在周易里面有一句大家应该都要识的，就是运从龙，风从虎，意思即是龙在天上面飞，老虎在地上面行，两者都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来的。所以虎年恭祝各位可以虎进金来，大家都可以凭自己力量考好 DSE， 而且有最好的回报，恭喜恭喜！